金秋會蟹，越食越精彩。Debbie 啊，過咗中秋節啦喎，又係食大閘蟹嘅好季節啦。冇錯啊，我自己好中意食大閘蟹噶。咁今次咧就會同大家介紹進星太湖出產嘅大閘蟹喎。太湖出產嘅大閘蟹有啲咩咁特別呢？等我話俾大家聽啦。咁太湖蟹嘅特徵咧就係有青殼啦、白肚同埋黃毛金爪嘅。咁大家見到個肚咧好晶瑩剔透，但摸上去咧一啲都唔油嘅喎。呢個就係太湖蟹嘅特徵啦。Debbie 在哪裡可以買到這麼漂亮的太湖大閘蟹、如果各位網友想知道怎樣買的話，只要登入這個網址就可以訂購了。沒錯了，我們保證你們在我們這裡購買的太湖大閘蟹的價錢一定是比外面買優惠很多的、還有呢，我們還有禮盒包裝，一個禮盒可以裝到八至十隻的大閘蟹、我們買大閘蟹還會有蟹醋和紫蘇肉附送的，配備好完善喎，送禮自用都好好啊！係啦，咁訂購咗嘅網友咧，可以留意翻上翻我哋 MIHK.TV 觀塘嘅新基地嗰度睇貨噶。如果你買得多，我哋仲有送貨服務添。嗯，係啦，獨面向魚，記得快啲訂貨啦！